欢迎到站，到这里走。嗨，我哋每年都见到你，你都系演出担当嚟喎。唔系啦，今年少少临时拉夫啦，我真系好后先收到我要翻嚟做呢个表演，咁收到音乐就开始练咯，因为始终吉他就好啲嘅，就你知上年跳舞，我就已经喺度愁眉苦面喺个镜嗰度喺度练咧，咁但系今年吉他就会轻松，就比较舒服啲咯。旧年系手握噶嘛？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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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觉得手其實又不是話拿不拿手嘅，就呢個就要跟很多人夾咯，同埋因為佢有少少走位啊嗰啲剩啦，咁我而家就係排嗰個時間，希望會多啲時間去排咯。咁但係對我嚟講，自己嘅壓力就會比跳舞小很多噶啦，即係起碼即係彈吉他係我自己比較舒服嘅一件事。應該冇唱噶嘛，即係你。有的有的有的，我覺得今次最難的一件事是，其實彈吉他唱歌都不要緊，他要彈吉他唱一句國語，然後一句粵語，再唱一句國語，那就腦突然之間轉不到過來，你明白我意思嗎？因為是的，即你彈唱已經是一件事了，但你突然之間國語、粵語、國語，然後再彈吉他，那都是其中另外一個挑戰，我覺得。你現在拍檔是 Lisa 是啊，是啊，拉走了不會，他在這裡 OK 啊，係啊。咁但其實我覺得最 tricky 就是因為嗰首歌大家都很熟嘅，咁但係中間又加啲英文啦，有啲泰文啦，有啲韓文啦，咁樣即係做嗰個和音。咁所以我覺得係咯，我就同自己講，我除咗 Emon 我就淨係唱自己個 part 就 OK 咯。如果唔係，好容易就會即係聽過其他啲嘢咯。